是 Howard Chan 陈少豪豪老师，欢迎你收看财经趋势。我们在上一集当中讲到了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当你在中长期投资当中，美国总统的大选常常困扰你，但是我讲了八个陷阱，希望上一集如果你没看的话，赶紧去翻集去看，对你绝对有帮助，陷阱有八个。所以今天我要持续的来讲这总统大选对于我们美国股票120年到底有没有任何的影响。我先给你 conclusion， conclusion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股市，对我们的股市来讲可能有影响，但是你如果看统计数据的看话，其实影响非常有规律，而且这规律是非常换汤不换药的。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换汤不换药。第一个就是从这张统计图，120年的大选股票是一样的循环。此话怎讲呢？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，120年，你就可以看到30个轮回。30个轮回当中，你可以看得到大选年，就是今年是大选年。大选年的第三季、第四季开始，股票统计图来讲，开始涨上来，涨到明年总统上任第一年第四季。所以有机会涨六季，啊，涨六季，你可以看得到涨六季，然后再是一个高原期间，然后总统当选之后第三年再涨。所以 overall 来讲，今年是大选年，而且进入第三季、第四季，应该是这个时候，就是我打圈圈的这个地方，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到，我们应该开始有动力。当然这是统计图，当然这是30次120年的换汤不换药的循环，所以希望照统计图一样讲的非常的规律的循环，这是换汤不换药的第一项。我们来看看第二项换汤不换药，那就是这是一个100年总统的当选的每一任总统的股票运动图。你可以看得到 overall 来讲，100年24任到这一任25任，股票一样有个规律，这个规律就是一样的都会成长。如果你是住在这个国家跟我一样，我住在这国家将近40年，一样，如果你有很好的投资，自律的投资，我在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起码9任选举，你可以看得到，都可以看得到美国总统大选背后的股票运动图，经济一样的成长。当然有几个特别的跌的比较多的，那就是二战期间跟越战期间有一些调整，有一些调整，但是 overall 来讲，换汤不换药的第二个就是股票一样成长，不管你换任何的总统。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换汤不换药，第三个，这是25年股票运动图的总统当选前选举。当选之后的 volatility 图，就是上下波动图。你可以看看呢，这个波动图，蓝色的就是波动，波动的这个系数。你可以看到大选前两季波动最高，选举之后波动一年以内就下来。所以比如说现在大选前的一季到两季
股票波动很大，就好像第三季、第四季一样，波动应该很大。但是这个波动的系数，到明年当选之后、就任之后，第一季、第二季所有的波动就会趋于稳定。这种二十五年的统计图，2000年是如此，2004、2008、2012、2016都是如此，没有一次例外。所以这一张统计图，二十五年统计图，跟你跟我讲什么？这个规律就是，大选前的两季波动最高，大选之后的两季以后波动就会慢慢趋于平静稳定。所以你必须知道有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规律，好吗？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换汤不换药的规律，那就是我在上一集也有讲过，你无论总统怎么换，哪一个党派都可以，只要国会跟总统的党派不一样，美好的分歧，如同美国我们这些有智慧的政治先辈一样所设计的，只要分歧的话，事实上从过去120年的股票运动图来看，分歧的政治制度所设计下的总统当选跟国会股票跑得最好。所以假设那是共和党的总统、民主党的国会，或者是民主党的总统、共和党的国会，都会让股票涨得最好。所以这让你有心中有个底，不要迷恋于哪一个总统当选经济会好，不一定的。从统计图来讲不一定的，但是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规律让你知道，只要总统大选一切平安，分歧股票会涨得很好，好吗？所以这个是第四个换汤不换药。第五个，这是一个100年的股票运动图，大选年回头一看，24任总统所有的统计，过去24任当中，我讲过，除了打仗的两次二战跟越战以外，有24任的总统的股票是大升的，只有4任的总统股票是跌的，是跌的。但是如果你有自律的投资，特别在大选年，你如果有自律的投资，从统计图来跟我们讲，1926年一直到2023年，100年的统计图，只要你有自律的投资，83%，你投资的对的话，股票会涨得很好的，股票会涨得很好的。那这些是 detail。我刚才讲除了二战还有这个越战以外，一般来讲涨幅都是不错。这一张图换汤不换药的第五个规律，就是让你知道你必须有信心告诉自己，大选年虽然在第三季第四季波动很大，但是只要你自律的投资，83%，你投资中长期投资的好，你应该有83%以上有概率会回收的很好的，好吗？我们来看看换汤不换药的第六个规律，这是70年的统计图。自律的投资会有结果的。我刚刚有持续到第五，这是第六个。这是一个统计图，
这统计图啊非常的明显，2013年到2023年十年投资的一个统计，如果你自律投资的话，你在十年前用10万块钱投资，十年之后这10万块会有31万1，会有31万1，意思就是说，不管大选，你十年自律的投资，你的回收有3倍以上啊！在那一段时间，这是70年统计图，70年统计图，1953年到2023年的年底，70年统计图，你如果在1953年投资1000块，70年之后，这1000块变成1.58 million，158万。所以自律投资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不能够因着政治啊有一些压力你就停止投资。比如说今年的第三季第四季波动好大，总统大选又是暗杀又是换马，这种情形让你非常困扰，不要受困扰。从这张统计图两个chart，自律的投资，你到最后如果不放弃必会有收成。第七个换汤不换药的就是 Market doesn't care who is the president， 市场根本不注重哪一个总统会当选。从这张统计图 Donald Trump 跟 Biden 的互相的过去他们将近4年的股票运动图来讲，其实都是43%。这个统计图的 result conclude 下的标题，从 Opening Bell Daily 这个 newspaper 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市场根本不在乎哪一个总统当选。所以这个规律就是市场不会在乎，只要你平安度过选举，不要像4年前的1月6号一样，那个就有问题了。只要平安的度过，政治的设计会让股票持续的跑得很好的。最后 conclusion 能够提醒你，换汤不换药的大选策略，我持续的用这张图来提醒你，第一个你要坚持中长期投资，三个避免短期来炒作 timing 计算投机不好， churning 你炒股投机不好，第三 leveraging 或 margin 杠杆投机不好啊，短线这种三个避免。你应该坚持3D 的中长期投资，你要买有股息的大型种股票，分散风险，有股票的有股息的股票，自律的投资，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能够度过这两季 volatility 很高的大选前的两季，大选之后趋于平静一样成长。我刚刚统计图也让你知道，只要你自律投资，你会有83% 继续的不断的成长。愿上帝给你聪明有智慧，让你知道美国总统大选换汤不换药的规律，帮助你投资回报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会我尝试的来回答你几个问题，我们等会见。我是Howard Chen陈少豪好老师，欢迎回来我们现场。上半场讲到美国大选120年换汤不换药的规律跟循环，让你心中有平安，你不要惊慌啊，你不要上胆，你不要胆怯，你不要投机短线操作，你要做中长期投资。中长期的投资
我上半场讲了，一般来讲，统计图让我们知道，有83%你会成长得很好的，所以你必须对你中长期投资刚刚统计的数据有信心。我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，美国经济现状究竟如何？我必须赞美上帝，我要感谢上帝，因为在上帝里面有说不尽的恩赐。我在年初的时候第一集，我在财经趋势就讲到，今年的股票走势非常非常艰辛，但是屡创高点。结果回头一看，已经3季个过了，所以真的是走势艰辛，但是屡创高点。所以为什么会屡创高点？我必须讲，美国的经济并不是太差，可以说是上帝极大的祝福，非常的好。你可以说好在哪里？我让你知道，美国的经济在不降息的当中，从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到现在，都还没有正式降息。你可以看得到，是非常 resilient， 非常有承受能力的，而且是出乎神迹的上帝祝福，经济实在是不差，因而股票运动图可以停在这个地方。虽然我讲过走势艰辛，有大涨大跌，但是盈余的表现你可以看到，从75% 到80% 都 beat the expectation， 所以它是有根底的。我还让大家知道，让你更加 surprise， 美国经济到底有多好呢？第四季啊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第四季的盈余，要到明年第一季公告。第四季的盈余市场已经 chip in 提高了， S&P 500的盈余已经拉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第四季应该会降息，你降一码也好，两码也好，当然盈余会扩大。所以你可以看看美国的经济有多强，当然有着疲软的行业必须更新，比如说有的 retail 行业必须关掉啊，旧的工业必须重整啊，因为 AI 的浪潮来，你必须更新，还有transportation 非常疲软的啊 transportation， UPS、 FedEx 或者飞机飞的航空业、旅游业，这种非常 labor intensive 的，盈余非常难计算，这种承受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。还有 banking 急升息，马上又降息， banking 的行业承受不了，特别小银行。但是 overall 来讲，我 conclude 下的落脚的这个看法，那就是美国的经济是上帝祝福的好，但是也没有全面的非常的好，差也没那么差，但是比较欧盟、比较日本、比较中国，美国的经济很好，好吗？第二这个题目，一年中市场波动最大的是哪几个月？一年波动当中，12月统计图波动最大的不必讲了，是10月份，可以从9月一直到10月，10月波动是非常的大啊，10月是非常的大，但9月已经开始了啊，因为通常来讲，返校日如果卖得不好，9月就蠢蠢欲动，就开始调整，大家通常会对10月份公告盈余就不好，但10月份是 definitely 是大跌大涨的一个月份，所以第一个你必须小心谨慎。虽然郝老师讲了，整个股票的波动到联储局第一次降息以前波动不会停止，所以你必须小心谨慎，但是第一次降息如果市场并不满意，
这种波动会到十月份，所以你必须心里有准备啊，必须心里要有准备，可能波动持续从九月到十月，第二个月份波动比较大，通常也有讲是五月份 ，sell in May and go away， 五月份通常也是波动比较大，这两个时段你必须放在你自己的 radar screen 里面。我当然知道市局变化非常的大，我当然也知道又是大选年，我当然知道又是降息的 mode 让经济非常不稳定，我当然也知道现在是全世界地缘政治非常紧张的时段，现在全世界在打两场战争，我美国也跟这两场战争有关，希望第三场战争不要启动，这样的话上帝祝福美国的经济，因而美国的经济能够带动整个全球经济的复苏，全球经济都非常的疲软，我上半年在欧洲，下半年两次在亚洲，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欧洲也好，亚洲也好，经济都并不是很好，在逛街的时候空铺子非常的多，我也可以看得到 local 人民买东西的动力并不够，游客也减少很多，航空飞行的票价一直在减低，特别旅行团根本都是大减价的促销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全世界国家的经济并不是太好，愿意上帝经由这节圣经鼓励你跟鼓励我，虽然总统换来换去，各个国家的领导过去四年几乎换了一圈了，但是这节圣经让你知道上帝永远作者为王，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上帝改变时候日期，废王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，永远上帝作者为王，地上的君王会换，但是你信靠的是这一位永生神上帝，让你心中有平安有方向，愿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，做美好中长期的布局。韩文倩、陈少豪、郝老师，财经趋势，我们下次见。关注财经趋势，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，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，请点击旁边的节目，赞助我们公益的优视电台，请上 uchannel.tv.us。